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啊，咱今天来股市再逛逛去啊，走。单腿走路，哎呀，厉害了！我去，厉害啊！来，看，抓紧，我这活，抓紧，我去，我去，抓紧。快点，厉害了，放，放下，来叫，叫，叫，站长，来，快，厉害了，好，定，定，你看，跳，跃，哎呀。我刚才表演完，问大爷卖不这个股？好，跳一个，卖呗。卖多少钱？六万。六万。对。哎呦，我得买个车去吧，我得买个车开吧。散伙，散伙，买个车开去。六万。好，跳。跳。这就是，这就是，是吧？这儿，后面哈。狗日不错，六万。我还不如买个五菱宏光开呢，还能拉货。来，到到档，还会到档呢。到。哦，这是到。哟，这马险真的不错，厉害了。快。哦，让它快，还会快呢。大爷。我买了，他听我的呗，听我的呗是，啊，听我的吧也行。跳，我给瘸子，给他背起来。你看小马圈都咋卖的？我画个圈。啊，画个圈。我把你打个圈子。上来穷人了。花圈多花两年了，算了吧，你别吓唬我，你别画圈，一画圈我就害怕，你可别画圈，看怎么画圈的哈。把你盒子顶上，你站到盒子顶上，你下来盒子咬你。你站拆个盒子。哦，还有个绝活呢哈。拆盒子。下来盒子就咬他说的。你下来盒子。哟，真的呢哈。下了盒子直接就咬他。我这没啥打你，我人中疼，这种你得打了一下，你得打了一下再打。哟，看到了吧？放在那个这个人，这帅哥站在上面，只要有人敢碰这个男的，这个狗就直接咬谁。厉害了哈！我们咋谁也不能打？谁也不能招他，谁招他就咬他，他下去。人家一下不咽下。你俩一下不咽下，下来下来下来。哦，下来不咬他，大爷说让来咬他就咬。我不咽下，下不来，下来就咬了，下来。哟，下去就咬，哟。厉害了，厉害了。我等着你没事拆他呗，你点个关注，你看我来，我下，来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放下，没事，厉害了啊！看着，这个马犬值是值，但是价格太高。放下，掉。给大爷家，我记得训过好多马犬，你看谁也不敢拿。大爷走，你看马犬在这里等着。那个东西他在看守呢。他一谁也不敢拿，谁敢拿的话就咬谁。我把这个绳套的远远的，等你拿过来。把这个纸藏得远远的，说的。厉害了，马犬还是母的呢哈，还是母的。六万，六万。哎，你要不知道都破案，我这我把这个东西藏起来了，藏起来都能找到了，说的。我问他小马犬咋卖的？你小马犬咋卖的？幸好两年，不幸好一天。训好了两千，不训好了一千，还有还价余地不？有的。啊？有一点。那还个一千万？
那换多少？换一千呗，两千的换一千，一千的换五百。两千换五百，一千五。哦，行，这他家的马犬啊，训好的要两千，不训好的要一千。都会科目了，都会科目了。好，关注一下小杨哥啊，带大家了解更多的狗狗知识啊。